他把我离掉了，离掉了。我的妈，他好过真疯了。真的很兴奋，大家，我是无语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开好我就不让你关了，你们在这等着，你们守得到个啥？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。哎呀，你拿去，你拿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司机冷冰冰。无语了，我这里全是他的那个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窗户。开窗户了吗？我很久没洗车了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脚趾头印。哦，连医生都。冰冰的车，对啊，冰冰在开，不是我在开，我可是没有开车哈，你给我拉个那个。开点风，车顶好冷，你们哪在车顶啊？你们在车里。我没有支架，我都捏在手上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啥角度，反正我现在在拆东西。这个长点去。哎，不是这个的吗？吃了啊。这个。为啦？你直接问啊。我非常自在。我想给你们架起来，我也没办法架。啊，没动。我的手忙小了。哎，你我没开车，我还没抓着给你整。地动。你这样你要去不给人，我操，无语了。你不要过来了，得行不？看到我刚才干啥了没？哎，等一下吧啊，我先把这个给弄完，我再给你们玩。玻璃反光看到了。我俩打起来吗？我俩为啥打起来？我俩平时这样交流的。看我去什么地方玩，看不着，我不会让你们知道我去哪玩的。车顶没开窗，没开那个的呀。哪个去方便透露吗？肯定不方便啊。啊，摘下口罩来。
需要它。不需问，不许问隐私。好，我就先把我老师的主动。有点帅气在身上吧，口红是没涂，我口红很淡，没有，没有，有涂，这个强度太强了。等一下啊，我先弄完我再跟你们聊。晕车吗？现在还好，不堵车就还好。好久没带你们出去玩了，我很少带你们出去玩啊。昨天就堵啊，昨天就很堵。昨天那不是跨年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想看能嫁的呢，嫁不了就这样。昨天确实很多，去哪里？去坐坐，在餐厅吃了。各位，你知道我这个车已经三个月没有洗过了，我车起码得一年没洗过。我这个车三个多月都没洗过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就到我了，就是想看看你先看一下。多富态，咱们这是带着镶钻施华洛世奇镶钻的皇冠，这是我才买车的时候买的，已经带陪了我确实五年了，六年了，六年了，六年了，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很名媛佳作，对，他冰冰车跟我一起买的，属于港漫七八零，你比我闲一点点。一到一个月，没得一个月，有我月初买，我十月初买的，你三月底买的。给你扣一个，我给你扣。这儿。看见了没？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再给他搞进去。我们那些夕阳要忘记多难，还给他。青春里的心伤，青春里的迷惘，随着太阳的照的大不月亮，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喜欢。我这样子比较那个一点。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跨越着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才一根，我又没点，你陪谁啊？等一朝阳去一样一身穿，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妞妞呢？谁是妞啊？哪个妞啊？给心语
心愿帮你点一首企鹅。送一首企鹅给你。250，暴露了。那是暴露了。小心前方右侧车道变窄。太刺眼了，这里。声音，大声音，关一下，关一下，关一下。别夸自己，嗯，没关系，别来了，我靠，真的会有人来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五官不行，我不是那种五官长得很好的人。就像一只企鹅跳进北冰洋，你不是我的南方，我却独闯，哪怕坠入你后想念万丈，听不见，不会的。就像一只企鹅跳进北冰洋，爱的气色，我脸型也不行啊，我脸型也不好，20万，我网络不好。冰冰说，如果说给卡了，现在呢，现在不卡了吧，刚刚在隧道。冰冰说，如果给20万，就是我就，你看我下巴有个窝，看见了没，就是那边那个灯光的话，这现在是这个光，带你们看看。不是选20万，20万我的皮肤就不容易红，然后它就会不容易过敏就好。问我愿不愿意，我愿意。你想一下，我20万我都愿意，证明我皮肤真不好。我并不是你们觉得那种，我只是脸上没有那种看着它是光滑的，但是得如果不化妆的话啊，它脸上就会有红，就很红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太好看。你妈买吃一点。哎嘿嘿，你妈的太过分了。鼻涕有点流鼻涕。红红的可爱，放屁！那你可爱去吧，你可爱去吧，我不想可爱。开车骂正常，那我在直播不能骂呀，没直播可以骂呀。医美，没太用。被人超车很正常吧？真想跟我见面。不听，喜欢的是我的性格。你们三月外表有没有事？要不就下吧，我一会儿就想。你以为是情男？这么好看吗？现在很漂亮，千万别以为没有回头过。医美他们也是说的皮肤，改善皮肤。你看我头发很细，又进隧道了，信号可能会不太好啊。这隧道还有点长。我才知道要珍惜。
马上我问一下他住哪儿啊？带你回来吗？自己打车。这个房间。出去坐坐。有生之年想见一下他。很难见吗？我一点都不难见啊。不会开车吗？我靠，我开车老好了。小改变，自己都就是远啊，我家住的就远啊。欢迎续费我的会员。听寂寞说我没有想念，也一样失眠，你留下来的想念还在房间，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，爱情是一种抗体。我会开车，我肯定会开车啊，我司机哦，老司机了。
远一点好还近一点好啊？头发留。我主要是看怎么好拿哦。远点。远点我就不太好拿，我这样近点，我手正好放到这里。我感觉我快要下了吧。谢谢，多喝热水。还有多远？我看看，还有十分钟吧。我想跳槽。你好困，你要不要看什么？你按到录屏了。我头发已经被吹乱了。发现你穿。你不管我什么？我操！不然杂音。我等会儿往里面看。哎，奇怪了。冰美人说：“冰美人今天真好看。”你别说了，待会儿他一手开车，一手拿着直播。不可能！他怎么有病啊？好的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干嘛去？这个点儿还能干啥去啊？你觉得能干啥去啊？鞋都几丢了，还不睡觉啊？明天周一耶，我都不知道现在去人家接不接，不接的话就去找个唱歌的地方。因为里面还可以哦，三天放假哦，这样子。现在是人家是元旦节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红，你的嘴巴好性感，你看，啊，你这还可以，你哇，我还是很漂亮哎，你这个卤灯在哪儿？我这个真的很漂亮，这确实，哎呦，哇，你妈真是世上范冰冰啊！这是什么女明星？怎么会如此漂亮呢？虽然有点做作，但是真的就是好漂亮，真的就是这么。我也到你这个光来看看，哎，我这太红了。哦，你这儿有这个，你把脑壳放那儿发声，这个感觉这儿来，脑壳在这儿。好了，没灯了。哦，没灯了。没灯了，在那儿。笑死。不想。停车吗？还好。我的眉毛给它立起来的。看我这长了个痘没？
的瞎了，这么明显。我的法令纹那里也长了一颗，烦丑得很，那里长到了就下吗？对，到了就下。是这儿转吗？你前面前面，妈呀，走错了。我刚刚是说那儿转吧，他说道路尽头，这是尽头吗？哎，我真的现在站到这个车道，我很不好意思。这也是 yes 之心哪个呀？那你走嘛，你先走走啊。没事，还有三秒钟。导航开了吗？开了呀。声音小一点，下山、啊。哦，开车快，开快怎么没有？我待会儿快到我就下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也很想带你们玩。小我们走错了哦。没事，哎呀我的妈，这啥个老子恶心到了，还没到了，不会那个，我马上要到了，我可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各位。好，你们先回家等吧。你去，你要看你去直播间看呗。我要下了，就不播了啊。明天晚上见，晚上见。晚安。不录了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谢谢螃蟹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晚安一出，晚安向日葵，晚安小易，晚安咋地，晚安妮可，晚安上海，晚安小溜，晚安 Z， 晚安慧，晚安 M 七，晚安大家，辛苦了啊，早点休息，晚上见啊，晚上见，拜拜。还可以再说个两分钟，哦，说不了了，拜拜，大家。没听到说。结果有周转。周转了。嗯。晚安。哪边？嗯。妈妈开前面那个路口周转。拜拜，晚安。挂了啊，晚安，考左边。辛苦了，你们，拜拜。